最近你跟陆瞻有联系吗？没有。他是单身吧？不是啊，他谈恋爱了。这你得问林养啊，他俩走得比较近。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？有个客户指定他做代言人，但前提条件他必须单身。什么客户啊？他单不单身，跟那客户有关系吗？姐夫，不管陆贞安有没有谈恋爱，凡是能提出这种要求的客户，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肯定没有用心，懂道理的。你干嘛这么激动啊？客户就是客户，提什么样的要求都是正常的。不管它合不合理，只管我们能不能做到。哎，这个案子应该不小吧？是啊，要不然也不用这么纠结了。还不是为了钱吗？哎呀，随缘吧。你们俩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慢点啊，嗯。姐姐，你为什么不直接跟姐夫说？哼，陆贞的女朋友就是你的林秘书，何不让她彻底死了就要挟？这事儿林漾肯定知道，她既然不想说，肯定有她的道理。你不要多嘴。难道他在犹豫啊？哎，他要是因为钱的事跟陆战分手了，我就再把他追回来。林楠，行了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他不会的。赶紧吃你的饭。咱俩呀，就别在公司了，找个地方出来喝两杯啊。哎，好，那见面再说啊。好嘞。到底是不是你干的？谁干的我不知道，但是只有我能摆得平。你说你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干这么龌龊的事，你不恶心呐？如果他不干这样的事儿，我想干也干不出来。搞事情是吧？怎么搞？直说。这得看你啊，马总。我的想法很简单，就那两种选择，你随便。但如果咱俩成为了合作伙伴，你会发现我的好处，你绝对不会后悔的。为什么？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呀！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。我给你们钱，给你们名，给你们带来更好、更多的资源，为什么不呢？我贾鲁新看上的，要么得到，要么谁也别想得到。巧了。我马乐的东西，宁可毁了，也不会落在别人手里。你还是回去好好想想吧，反正这事可大可小，别闹到最后你收拾不了，后悔也来不及。不用想，我现在就回答你，不管你出什么招，陆正安你想都别想，不就是钱儿吗？老子不差钱儿。你确定？搞不好你会倾家荡产。大不了就东山再起呗，我这商界打拼了这么多年，还能死在一个小丫头片子手里？你也太小看我了。还有啊，这个世上不是所有人都那么爱钱的，比钱重要的东西多了去了。不过难怪你不懂啊，因为你除了钱什么都没有。怎么就没控制住呢？怎么总是冲动什么呀？云浪啊，可是我的命啊！哎，还是太年轻啊。他刚做完手术，应该注意些什么呢？主要是就是现在要先休息，然后休息以后呢，我们先观察。观察一下，
主要是过了这个24小时以后，他就基本上是脱离了这个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天晚上，医院不让进。那你睡哪儿了？行李呢？家里。你怎么会知道的？医生怎么说？手术挺顺利的，明天应该就能醒了。这一次，算是彻底根治了，只要后期好好调养。就不会再复发了。那就好。你最近不是挺忙的吗？你这突然回来了，能行吗？等爸出院了再说。那不行，你爸出院还且着呢。再说，他这都是老毛病了，不要紧的。接个电话。喂。到医院了吗？嗯。怎么了？很严重吗？算是稳定下来了。但是还没醒，浑身插满了管子。不告诉我肯定是他的意思，但是他没有想过，万一要是手术没成功，我可能连他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。不会的，他一定是知道没事了才没告诉你。他一个人进去的时候，肯定很害怕。还有我妈，一个人在外面等了4个多小时，怎么熬的呀？都怪我，给家里打了这么长时间的座机，一直都没人接，我竟然一点察觉都没有。先不说了，晚点联系。洋洋，本来是怕你担心，怕耽误你的工作。如果连你们都顾不上，那我再忙再累还有什么意义？对不起，妈妈错了，妈妈没想到反而会让你更……我也向您道个歉，我不该总是报喜不报忧。每次你们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干嘛，我明明在加班吃泡面，非说是在跟朋友聚餐；明明已经病到起不来床了，非说是公司在开会接不了电话。我答应你们，我以后再也不骗你们了。但你也要答应我，以后再也别骗我了，行吗？行。
我们都不骗你，我们都不骗你。必须是 VIP 病房，什么都得要最好的。那行，所有的费用我来出。这你就别管了，反正得快。谢了，具体的回头见了面再说。 巧吗？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啊？来了也不说一声。哦，我就想找个地方静一静，然后就莫名其妙就来这儿了。啊，溜达溜达，跑医院来了，你挺有创意。那个到饭点了，要不然一起吃个饭吧。我约了人了，他一会儿就到。小玲儿，哎，马老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有病啊！ 我那个路过，然后想找曹连吃个饭，啊，你们一会儿你们去，不用管我。别呀，要不一块儿吧，反正都认识啊。别了，你俩去吃吧。啊？哎，反正我也不饿，我刚吃饱。哦，你刚吃饱啊？那你来找我干嘛呀？谁来找你呢？我来找彤彤呢。人呢？刚把他哄睡着。哎呀，放心，我不会吵醒他的。啊，你俩去吃吧啊，祝两位用餐愉快。 那，走吧。走。别客气啊，第一次吃饭，你多吃点，吃饱了才有力气照顾人。你也多吃点，吃饱了心情才会好。 那个，要不咱俩喝点吧？哎呀，你看我忘了，你还得照顾人，就不能喝酒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你当我没说就完了。服务员，啤酒。稍等。来，谢谢啊。 谢谢啊，好了，你就少来点意思意思，哎，你别倒满了你。来，走一个。走一个，慢点啊。嗯，你慢点。哎，凉啊这。虽然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，但是你说出来总比憋着强。 不然你干嘛这么大老远跑过来找我？我可能要破产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也无所谓。这些年这云浪都半死不活的，我原本呢想靠着陆正安打个翻身仗，但现在一想吧，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终归也不是办法。 这事也怪不得别人，要怪就怪自己没本事呗。
为什么呀？因为陆正安和林岸吗？他被人盯上了，然后顺藤摸瓜，这就给发现了。那这事儿他俩知道吗？陆正安知道，但是他跟我说，他有都是钱，这事儿他来负责。但是我知道他家里根本就不支持他搞音乐，你说要不然他富成那样，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呀、啊，对吧？而且你说我毕竟一个堂堂董事长，四十当当岁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你不能说出了点什么问题，你把所有压力都甩给一个二十多岁小孩啊。反正我是觉得这么做挺没种的，自尊心也过不去。所以你决定自己一个人担着？你说当初我死乞白咧的非得把陆专签了，这签完之后咱是不是也得对人家负责呀？最初啊，我是想把陆正安打造成一款商品，就是那种极具吸金能力的爆款。后来他跟我说他爱上林漾了，我这一想，你说你二十多岁的孩子，你今天爱明天不爱的，而且他爱的是一个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姐。当我看着他一步一步给林漾下套，得逞了之后呢，又高兴的跟个二傻子一样，我就知道这事儿就全完了。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会对另一个人就到这份上，小孩大人随意切换，喜怒哀乐都跟他有关，处处为他着想，就恨不得把这世界上所有的好哇一下就全给他。我是真羡慕，如果我能再重新年轻一次，我也想像他那样好好爱一次，不顾一切的，奋不顾身的。哎，我平时属于那种一本正经的不善言辞啊，看着挺严肃的，但其实我内心我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，特别容易心软，真的看出来了，还特别有情有义有人味。真的吗？嗯，这种人呢可能不能一下子挣到很多钱，但是能交到很多朋友。其实你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那就别纠结了，顺心而为吧。谢谢。谢我干嘛呀？我可没钱借你。不差钱儿，借什么借？行了，歇会儿吧，你也累一天了。不累。安安这孩子真不错，都这么多年没联系了，还想着咱们。这次多亏了他，要不你爸也住不进 VIP， 咱俩今天也回不了家。帮了咱们这么大一个忙，咱们怎么还呢？妈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我爸的身体，还有您这边，什么钱啊、情啊的，先放一放。以后有机会再说。嗯，我和你爸是没机会喽，老了，只有靠你了。安安不也在青宁吗？我看你俩前段时间朋友圈还互动呢，挺好的。没事儿啊，多走动走动，对他好点啊。妈，您就别操心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啊。我能不操心吗？以前在我们家最难的时候啊，是你程阿姨和陆叔叔帮的忙，又出钱又出力，前前后后借给咱们家30多万。这好不容易还清了吧，现在又来个儿子，一欠呀、啊、欠一家子。不是钱的事儿，是人情。那你们还不联系人家？好多年没联系了吧？2年多了。记那么清楚，心里明明就很在意。平时也打电话，就是太远了不方便，
再说你爸又那样，您别老拿我爸当挡箭牌。而且每次都有人家陈阿姨主动联系的您吧？我是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们以前可是最好的朋友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以前跟现在有什么区别？不就是他家越来越有钱了吗？是啊，经济条件差的越来越大，自然就越走越远。陈阿姨他们又不是嫌贫爱富的人，我觉得是您跟我爸想太多了。而且我觉得交朋友跟经济条件没什么关系，就看您是更看重感情还是更看重面子。不跟你说了，早点睡吧，明天还早起呢。妈，干嘛？你还想教训我啊？我想看看小时候照片。就能结婚啦，至少成功开启了第一步。别听他们。燕儿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叔叔没事了吧？有要帮忙的随时说话啊。走，小律师。走，马总。他人呢？里面。一晚上没回呀、啊，这孩子。为什么不回去？你告诉他。不是怕偷拍，是赶着去英雄救美呀、啊。什么意思？来，哎，找两位。你俩这是一晚上没回去啊？啊，不行，我去趟厕所，憋不住了。哎呀，哎，不行，我也憋不住了，回头再说啊。小乐，照片修一下。啊。依然，盯一下。我看，还有没有精神头？有。那能不能抽点时间来趟我办公室啊？能。二位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不管对方出什么招，咱就一个字儿，认。谈恋爱嘛，人之常情，咱也不是什么第三者插足，也不是什么不伦恋，无非不就是个姐弟恋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，对吧？既然咱们没有伤害到别人，就影响不了品牌的形象。万一说这个销量要是不好，他们拿这事做文章的话，认赔不就完了吗？那至于说赔多少，那就看谢律师的了。你找我就问他说这事儿。对呀、啊，这。当事人都豁出去了，我怕什么呀？如果二位要是没有什么异议，我就找华总表个态啊，我就拉上他一起找品牌方摊牌。不行，不行、啊，认了的后果可不光是赔钱。这你也想到了吗？既然对方是有备而来，那他们一定会狠狠抓住这一点，到时候所有的矛头都会指向他。他性自恋，自尊心有强，再加上你们两家人的关系。你确定他受得了？否认就没事了。我是没事，那他呢？到时候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受伤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但至少认了，他还有我。直接对外说你们俩是姐弟吧。本来就是从小一块长大的，行为举止亲密一点，其实也没什么。
等过了推广期，哎，这招高啊，这招合情合理啊，即使被拍到牵手，只要是你俩没有接，不行，接了，你俩在小区里接吻了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唯一能保护他的办法就是名正言顺，而不是撇清关系。真的就是真的，骗不了人，我也不想骗人。只有认了，我们才能什么都不怕。你还是跟他商量一下吧。不用，他不会同意的。这毕竟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，你凭什么替他做决定啊？那个，行行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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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啊，咱们呢分头行动，你去搞定林漾，我来负责搞定华总，咱们几个就必须也统一战线，是不是？不然不全白扯吗？喂，苗苗姐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叔叔还好吧？啊，基本上已经稳定了。那就好。另外还有个事儿，你说。叶婷还不知道你和陆正安的事儿，我和木木都没说，毕竟这是你的私事儿，还是你亲自告诉他比较好。他这么信任你，别让他最后一个知道。嗯，我明白。谢谢你提醒我。那你忙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代我向叔叔阿姨问好。好。哎呀，你快点，别在那一件一件的拿，先把先。哎，蛋白粉你带了吗？蛋白粉。不让你装起来了吗？蛋白粉。你带没带呀？忘了。什么脑子？蛋白粉多重要啊！回头再买。什么回头再买呀？现在都到一千。陈阿姨，陆叔叔。燕儿，你妈怎么想的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吭个声。这不是怕麻烦咱们吗？麻烦麻烦，真出了大事就更麻烦了。要不是老魏告诉你妹，你妹不给你打电话，咱们还不知道呢。那臭小子，我回头找他算账。这怎么又怪上儿子了呢？他不第一时间找咱们帮忙，去找别人，谁生的他呀？真是气死我了！也许就是忙忙没顾上。忙忙忙，他一天就知道玩，一到正事就掉链子。行了，杨洋还在这儿呢。还有你，哪边啊？左边，阿姨，左边。哎，你慢点。怎么样了？啊，医生怎么说？怎么还不醒啊？你们怎么来了？姚静文，你别跟我说你手机里没有我电话，你有吧？啊，你别说什么不想麻烦我们，你装什么装？平时也就算了，这都什么样了，你连个招呼都不打，你拿我们当朋友了吗？吓得我一宿都没敢睡觉。这以前多闹腾的一个人，现在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啊？没事儿，他这都是老毛病，习惯。你习惯个屁！就你那胆儿，你能不怕呀？啊，你不怕老林两眼一闭，再也醒不过来了？行了，骂也骂了，哭也哭了，小点声啊，别把老林吵醒了。我就是想把老林吵醒了，他要再不醒，小姐，你快醒醒吧！怎么打麻将三缺一可不行啊，老林。阿姨，
我爸那是睡着了。啊？啊？小声点，吵死我了！哎呀，老林，你吓死我了！你哎呀，没事。你知道我们这一路多担心吗？啊！我挨了多少骂，你问问他。哎呦，什么呀？还不是你说有多严重，我才害怕的吗？那个，烦人你！把我包放那边去。哎呀。太好了，你看，我就说老林没事吧，你非得说老林有事儿。我说谁说的？我从来没说过他有事儿啊，这硬硬汪汪一个人，什么时候都有事儿。这几天两人都没回家，估计是怕了。还说不在乎，我看他能撑到什么时候。陆正安的其他黑料也挖了，可什么都没有挖到，尤其是男女关系上，一清二白，连个暧昧对象都没有。太不科学了。喂，华总，您那边考虑的怎么样啊？我们可一直等您消息呢。不好意思啊，这几天实在忙不开，下周一定给你个准确答复。好。那先这样，拜拜。你说咱这出来喝顿酒，这怎么客户跟着打电话呀？这太忙了，真羡慕。羡慕啊？整天陪着客户喝酒，你羡慕？哎，说好了，今天我可不是你客户，咱俩是同行，同为创业者，咱们今天一起啊，倒倒苦水呀，骂骂街呀，咱来点真心的，甭扯虚的啊。好，那咱们今天就吃饱喝好，聊到手，走着。老大，我先提问，为什么这么想不开，非得要创业？要自由呗，不想被别人左右，做一个听话的执行者，想要自己制定规则，自己组建团队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可是你一旦创了业，你就会发现啊，这个世界没有自由可言，不过是从一个圈圈跳到了另一个迷宫而已。看似有了选择权，但你想走的路大多走不通，更多是原地打转，而且没有回头路。因为啊，你根本不知道出口在哪。马总，你是为了什么呀？钱。嗯，目标明确。六年前啊，我开了家科技公司，开发了一款交友软件，也就两年的时间，估值就到了600万，眼都没长的，转手我就给卖了，然后就有了现在的云浪。其实我不懂音乐，但我就是喜欢，哎，我就想开个音乐公司，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。所以最近我就在想啊，你说这云浪我究竟该做成什么样呢？是跟以前的科技公司一样养肥了以后转手一卖？那你说我这3-4年这不白折腾吗？这有什么意义啊？我还不如直接去开发软件，或者是这个开餐饮干电商，对吧？说明它根本就不一样。生意是生意，梦想是梦想，人啊要不忘初心。来，来，什么？陆正安跟林漾谈恋爱？你是说，我们公司那个林漾，跟你们公司的陆正安谈恋爱？过不了多久，全国人民全知道了。你不会是还想着让漾漾当你的儿媳妇吧？要么我给你当上门女婿吧？什么意思？我没这个儿子。这小子绝对有问题，早晚有一天我会把那个女人给揪住。找你来当然是要搞事情了，所有渠道全部铺满，给我搞得越大越大。星光。
剪一段漂泊，却只为一束烟火。旅途多有颠簸，才能够解开枷锁。爱得多，痛得多，却不敢落寞。我们都将挥别所有的错。愿你朝阳日落，都会有新的收获。迷途终将解脱，爱意也不再轻薄。深爱过，别多说，未来好好过，这次别再错过。